我喜欢冰雪，白净且晶莹剔透，更喜欢跟小伙伴在冰雪的世界里玩耍。我叫王汉涛，今年24岁，在克拉玛依市第16中学担任体育教师。在小学2年级，我选择了速度滑冰，从此与冰雪结缘，一直到高3毕业退役，在全江乃至全国多次比赛中获得前3名的荣誉。当每一次站在领奖台的时候，我都很骄傲，眼前也会闪过每一次训练和受伤的情景，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速度滑冰造就了我坚强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只要坚持就会离成功更近一步。因为热爱冰雪，我报考了沈阳体育学院继续进修，同时也考得了滑雪社会指导员。毕业后，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体育教师，教学生轮滑与滑冰，并开展轮滑社团和轮滑的模块课程。我的摆臂和我的侧蹬腿相反方向，能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冰雪运动，从而爱上冰雪，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冰雪运动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很幸运，我选择了这项运动，没有过往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我。也非常荣幸，我曾经的队友，现役国家速度滑冰队员田瑞宁和马雨涵能够参加本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在新疆为你们加油，希望你们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为新疆添彩。